我旁边的，哎，你不要每次一直针对我说要访问小鲜肉，我老公在看节目好吗？是，这是南光高中的同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跟谁有一点类似？有人看得出来吗？周杰伦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人说他像小雨，要不要来聊一下？你是什么时候？哎，你也姓周哎，你叫周成汉。对对。是什么时候？哎，上高一的时候就有人说你长得像周杰伦吗？哎，从国中我比较瘦的时候比较像吧。啊，瘦的时候比较像。现在发福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你这是人不重则不威，好不好？对。是稳重的代表。人家说胖的人最温柔啊。胖的人最温柔。哎呦。慢慢开始有趣了哈，要不要跟我们来聊一下？其实玩团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。印象深刻就是，就有一次要练团啊，然后我们是约在女主唱家里。对。然后后来约主唱家里啊，而且我看你有亲友团哎，那是妈妈吗？哎呦，亲嘛，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？哦，来，然后继续，对不起。约在女主唱家里。对。然后结果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上一次没有来练，所以他们约哪里我不知道，哦、我就跑去那个学校吉他手他们家。那怎么办？啊，我就迟到一个小时。吼、哦！啊，我就进去，然后就一直被笑，被笑到现在。我只能说你人缘真的不是太好。啊，对。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通知你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所以就是那次印象蛮深刻，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不过大家都用爱与包容啊，就是让你度过这个困境，对对对，继续还是玩团玩得很开心。对对对，不，你刚好提到创作是吉他手吗？来，要不要聊一下你们的这首歌曲，叫做《蝉鸣的季节》？嗯，对，就是当初会做这首歌，是因为就是想说在，不管是在人生的什么时候，就是总是会有很多给我们支持、给我们力量的人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力量，继续在未来更努力这样。嗯，那其实你们是来自于台南的朋友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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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最推荐、力推的一个景点或是食物？哎，为什么到处都在想玩乐？对，景点或食物吗？或是学校附近啊，某些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？学校附近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小火车了，就是小火车，因为我们是台糖办的学校，所以有在甘蔗的那种小火车。哇，对，所以说等于说有时候去你们学校校园的话，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古色古香，关于台糖对方面的一些什么小车子啊，或是一些树啊、有火车头之类的。明白明白，好、哦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来我把手。麦克风还给我们的主唱。好，那大家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于台南市南光高中带来创作歌曲《蝉鸣的季节》。好，我们要带来我们的毕业歌《蝉鸣的季节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时间不能走慢一点，穿梭在蝉鸣的季节，为青春留下纪念，三年的欢笑和泪水如此真切，几点静止就要离别，画下这诗篇的句点，我还是会怀念有你的飞燕。时间停在这一瞬间。
的笑容你的鼓舞像灿烂阳光，让我学会满怀希望失去眼角的泪光，在窗光阴似箭，你给我的力量却永久不变。天，美丽岛上灯光照耀，我们是太阳崇拜的学校，求知必行，学以致用，大家的座右铭字里幼苗共读，西耕学以两丰饶，壮志凌云霄，仙歌不寂寥。人不学习，时间共济，淬力奋发再见招。啊，淬力奋发再见招。别人反对再多，劝退再多，还有我紧紧。胸旁观者清，当局者明，以观做自己。害怕畏惧，不惧不灭，满腔翻滚的热情。能让你真正快乐，只有坚持信仰到底。你的人生，你的未来，掌握该由你。才不算虚度青春岁月，在蝉鸣的季节挑战世界的无限。你说过人生不过是勇往直前，即便禁止就要离别，未来你不在身边。你说过的无畏却不会消灭，你就值得永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南无谢谢，谢谢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谢谢。非常好听的歌，一首有 bang 感觉，然后那个乐队一进来，整个就是热血青春。